张宗渊在支持者陪同之下，前往县立体育馆进行号次抽签。他抽到五号，马上拿出“山海共舞，赢回宜兰”的标语，表示和他所提出的山海新经济政见相当符合，代表宜兰要有产业新经济。他要为宜兰来找出路，为青年找投入。当成人，共事；当成人，共事；当成人，共事；当成人，共事。成人，成人，成人，共事，共事，共事。江聪渊抽到的是第五号，代表宜兰要有产业新经济。这个产业新经济，我们将会与山海共舞，要让宜兰找出路。要让青年可以找投入，所以宜兰县有山有海，有温泉有冷泉，有河川有湖泊，都是我们最好的资源。结合资源的发展，我们要将新宜兰打造成有竞争力、有城乡新风貌的一个宜兰，宜兰的一个经济。不再是好山好水好无聊，我们要变成好山好水好经济。江聪渊与我们民主进步党五合一的团队，要承担我们的宜兰发展责任、宜兰的未来责任。我们要让青年执政，重返宜兰的荣耀，重返宜兰的骄傲。赢回宜兰的骄傲，山海共舞，前进献舞。随后，江聪渊也在竞选总部主委刘守成陪同之下，进行西北车队扫街，寻求乡亲的支持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